注意一下管路 ，OK， 好。好吗？可以。好。来。那他主要是什么问题？就是他现在哪边最痛？脚。那是脚部的部分。右脚胫骨部分。啊？右脚胫骨？啊，没关系，我先等下再车上再问。嗯。好。 那你们检查出了他是什么哪边痛？有先问一下吗？应该是美轮对不对？对，美轮对。检查到哪里？我们送门路好了。这个状况怎样？他状况清醒的。请问外伤呢？外伤。还有胫骨。好好好，OK。是胫骨疼痛还是他有断掉？ 疼痛，疼痛。忍耐一下哦，大哥。一二三。有开了，凹凸给我。好，谢谢。可以了哈。